首先编辑文档，这个文档我已经编辑好了，放在它的桌面上面啊，电脑桌面上面就。然后能量、速度这些东西我都已经设置差不多。然后这些东西统一这样靠边摆齐，那个它刚刚好长度，差不多就是十五。然后按下预览，预览的时候，像这些线条要在这个要打在物体上面，看到没有？都在这个上面啊。还有选择一个，要是你不确定的情况，你选择一个，看到没有？选择一个，然后预览，你看，超级这里。第二个在这里，这是第二个上面。最上面这个，就在这里，基本上就这样。然后开始加工。可以打电话。